在金山区黄冈里有一处老旧的洗衣库，里长就表示已经20多年没有整修，钢筋裸露，相当的危险。因此，市议员张景豪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勘，包括了柱子的钢筋外露、墙面等问题，都会在这个月底发包实作。在金山区黄冈里当中的社寮道路旁边，除了有许多的农田之外，还有一处看似相当老旧的洗衣窟。当地里长表示，洗衣窟是北海岸在地居民从过去早期留到现在的洗衣方式，虽然现在在都市比较少看到，不过在这边更是许多居民每天都会洗衣使用的地点。而里长更提到，这一座洗衣窟已经20多年没有整修，钢筋都裸露在外，相当危险。洗衫啦，弄来只洗衫，来只用哎，钢筋弄裸露，啊嘛，年代久远啦，差不多30几年也有啊，啊也，迄钢筋拢锈蚀啊，啊嘛不哩严重，啊那里遐洗衫哦，咱伊个以前拢用迄海沙起个啦，啊物件若落落来，惊造成个迄民众个安全啊，啊即摆吼，赶快咱张议员吼、哦、来甲咱协调，啊来请公所甲咱复原，甲咱做个好，和咱只个。附近的居民哦，啊，较安全性啦，你遐洗衫开讲啦，大家拢较安全性。里长说，过去这一座洗衣窟是当时金山乡公所运用田中的小沟渠水流经过，帮在地居民打造一处遮风避雨的洗衣场所。但现在过了20多年，已经出现了结构问题，因此市议员张景豪就邀集了区公所里长等人到现场会勘。所以有一些包括他的壁面。整个裂痕，还有一些那个围墙快倒塌，我们今天邀请公所、哦、我们会来做一个重新的整修，那预计可能会在尽快会在这个月里面就会来发包，那让我们民众、哦、黄冈的民众来这边洗衣窟的环境能够更安全更有保障。那同时、啊、我们社寮这边有一些居民一直反映说我们这边的水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次、哦、我会来修复的时候也会来看到底我们的洗衣的水还有我们地面有没有掏空，都是会一并来帮他们解决。议员说，虽然已经过了20多年，但这一处的洗衣窟使用率还是相当高，每天都会有黄冈居民来洗衣服，因此包括了柱子、钢筋外露、墙面等问题，都会在这个月底前发包来施作。而另外居民提到的水流还有地下掏空的问题，也希望公所可以一并来解决。记者许端义金山采访报道。